经过疫情的发生，时代的转变呐，这样子人呢都越来越注重和讲，非常的讲究健康的保养，也因此导致了很多人他们是需要在一天内服用这很多样的营养保健品的。OK，所以 LIFE 的概念，它是除了解决客户的不变性时间，然后同时由内至外的去修复细胞健康和肌肤等的各种问题，让我们的机体和肌肤都可以重拾青春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他们可能 OK，好像比如说他有熬夜，可能有应酬啊，他们要吃一个补肝的，然后吃补肝的一个保健品，同时之余，诶，可能他又要吃一个 for 保养肌肤啊、胶原蛋白之类的东西呀、啊，然后葡萄籽改善三高啊，就吃这很多种不一样的产品啦。所以我们的就是属于一个 all in one，吃一个奶油，它就同时改善了种种的肌肤问题了，还有机体健康。所以我们的 LIFE 呢，它是有这种多种的产品认证啊，这样子首先就是 KKM 咯，所以它是被证实了是一个健康食品，它不是药物，因为所谓就从以前我们所知道下来的都是是药三分毒嘛，今天我们所吃下的药物，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有大约三成就是30% 是无法被代谢的，所以它会给我们的肝脏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负担，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可能导致肾的衰竭呀、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的 LIFE 它是等于一个健康食品，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吃 orange 的话，吃太多糖分会很高嘛，这样子下去也是不健康的。它的概念就好像今天我们只是服用了 LIFE，可是一包的 LIFE 可能就等于吃了7、8粒的 orange，但是这个 orange 它是不含那个糖分的，它只是摄取它的精华。然后我们也是有GMP 国际的认证，它是MSD 之类的东西啦。所以这个产品它是100% natural 的 ingredients，过后不含任何的重金属啊、添加技术之类的东西。